有机会哦。有了，还有在卖，赶快。真的，赶快。第十家了。哎，买口罩不用再四处奔波，口罩迪迦啦 ，LINE 一键就能查。口罩实名制上路满一周，需要的大家都顺利买到了吗？身份证最后一码是02468，今天才可以领。是的，买口罩前要先确认135开放身份证末码单数者购买，246是双数者购买日，周日则是人人都能买。而为了避免扑空及节省时间，官方民间都推出不少口罩查询机制，其中超过90%台湾人爱用的 LINE 更是一键就能查。只要打开 LINE， 点选主页上的服务，再点进健保特约药局地图，不到两秒就能显示附近药局，距离与口罩剩余数量一目了然。点进药局还能显示地图、电话与营业资讯，实际向药局确认口罩库存量几乎零落差。赖官方说，这次的口罩地图 ，Light Spa 团队克服了：一、区隔药局是否为健保特约；二、确认 Light Spa 里健保特约药局位置与资讯；三、确认用户体验，就是用最少的动作提供最快的资讯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现在还有口罩吗？等四个挑战。不需额外下载 APP， 使用界面熟悉而且更直觉。不看动新闻报道。